明星动态浪姐二决赛前夜，姐姐二武功总决赛，张柏芝说到自己是不会交朋友，喜欢跟家人在一起，不希望在友谊中受到伤害。张柏芝圈内好友貌似不多，小 S 和谢娜都曾和她姐妹情深，一个晚上就变成好姐妹，但近来好像少有联系，包括张柏芝参加浪姐，谢娜也没有在线支持，难道又是塑料姐妹情？另一位姐姐陈梓彤对自己小透明的状态表示不满，随后网友翻出多年前陈梓彤的恶评截图，言语攻击性强，为此网友吐槽，你不红是有原因的。情商堪忧的陈小云最近又玩新花样，之前在线暗讽容祖儿，如今又在社交头像上加戏，标出关你屁事的字样，充满挑衅，网友吐槽她即将变成另一个郑爽。看过几轮姐姐后，舞台高光片段实在太少，无奈之下制作团队只能从内斗里下功夫，其实姐姐们未必有那么多矛盾，只是为了博取大家关注而已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大家更希望成团为花落谁家呢？